習すると思うけど、もしかしてやっぱり、はい、違う、違う、ほら壊れた、え、あ、どこ綺麗、あ、かわいい、まあ、かわいい、ふざみたいな、あ、はい、Pacific volcano zone and its natural environment.
左手边所看到的是天宝山摩天轮，这座巨大的摩天轮直径有100公尺，高度112.5公尺，号称世界最大的摩天轮。天气晴朗时，还能远眺临时海峡大桥及关西国际机场。另外，摩天轮右手边的建筑是游客莅临珠宝山的时候，从座位充分享受美食以及享受购物乐趣的天宝山 Market Place。接着，红蓝色尖角屋顶的建筑是天宝游馆，它在建筑内环太平洋所覆盖，也就是全球最大的区域和壮丽的自然环境，是世界最大的博物馆。馆内总计有14个大型水槽，其中位于馆内正中央的太平洋水槽，深度9公尺，宽34公尺，容积5400公吨，展示着以金沙为主的特色海洋生物。更令人开心地观赏一个人在水中悠游自在的模样。내가가고있는쪽의좌측으로행무장하버비리지가보입니다거대한관람차이쪽은직경100m, 지상에서의높이는 112.5m 로세계최고기대로밝은날에는아카시해역대교와반사의국제경도보실수있습니다또여러분의오른쪽건물레스토랑과쇼핑을즐기실수있습니다템포장마켓플레이스에서는템포장에오시는많은관광객분들께서운영하고계십니다그리고뾰족한빨간지붕의대륙이파이오컨입니다평택평양화산대다시말해미국파이어라고불리는지역의자연환경을장대한스케일로재현한세계최대공유의수도관입니다총14개의대형수조로구성되어있으며그중에서도건물중앙에태평양을주제로한깊이 9m, 종인 34m, 총수량5,400톤의대형수조에서는고래상어를비롯해크고작은여러종류의물고기들이한가로이헤엄쳐다니는모습을즐기실수있습니다Yeah.